备注：文件正在复审中，本文档已被标记为存在可能的方法论问题，请注意下列资讯可能被修改，且可能包含错误。SCP-5031 Yet Another Murder Monster， 又一头杀人怪兽而已。项目等级 Keter， 偷受措施。SCP-5031 需被送于生物站点59的一座气密铁质房间内，每两周检查该结构有无瑕疵，无必要展开其他互动。描述： SCP-5031 是一非智慧的类人型生物，来源不明。若直接观察， SCP-5031 会临时性的停止存在，直到观察者停止观察 SCP-5031 此前占用的空间，其存在的痕迹，如爪痕、血迹，会在 SCP-5031 不存在期间继续存在，影像和摄影设备无法拍摄到 SCP-5031 的外形。然而，观察 SCP-5031 的影子不会令其停止存在，故从其轮廓可推断出部分生理特征。反常偏小的头，没有可辨识的颈部，两臂肘部各分叉出三根下臂，拉长的躯干约 1.9 公尺，骨盆末端有一新月形骨质组织凸起，下侧边缘类似剑刃，悬浮于离地 0.5 公尺的固定高度。虽然 SCP-5031 并无营养需求，它仍会猎捕并进食所遭遇的人类或动物，以其摆动的身体下部来制服目标。 SCP-5031 不会睡眠，也无法进行表达或发生交流。附录：从2018年2月14日起，高级研究员 Stanley Huxtable 开始担任 SCP-5031 的 HCL 监督员，下面是 SR Huxtable 与站点主管 Yosef Mostofi 汇报研究进展的相关通讯。2018年2月14日，初期印象：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但我很多话要对这帮人说。我并不喜欢把一个活体生物遗弃在金属盒子里整整十几年，无论这多么管用。很难理解十几年前这种事居然被当成了常态。你有没有听过有东西隔着十寸铁连续嚎叫几个小时？当我开始重写，请提醒我在描述里加上对斯亚有异常抗性。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给这个输送方块加一个洞以及安保前厅？我希望进行一些测试，需要把 SCP-5031 暴露于特定刺激下。2018年3月8日，第一轮测试，声音，概要。前言：在输送前厅内安装播音器，播放了多种音乐专辑和自然氛围音效。SCP-5031 的嚎叫形象是测量其压力级别的方便途径，100%被视为其在48小时内的常规嚎叫音量及时长，而0%是完全不喊叫。清晨森林氛围，紧张等级43%，海边乐园氛围48%，深邃石窟氛围62%，莫扎特精选13%，恩雅精选18%，Benfoss精选6%，Jesso Tor精选59%，Kiss精选23%。后续音乐减压的效力随时间逐渐降低，我已设置了 SCP-5031 的喜好音乐播放列表，将在其输送区内乱序播放，压力等级持续保持在了15%-25%范围内，压力基准值相应调整。2018年3月22日，第二轮测试，玩耍，概要。测试，向输送区内扔出垒球，结果 SCP-5031 把球切成两半，将篮球投进输送区， SCP-5031 将球切开，将保龄球滚进输送区， SCP-5031 在球上刮出了一对凹槽，然后在输送区内用尾巴的顿侧推球滚动了20分钟，压力等级在玩耍后维持在小于60%，将另一个保龄球滚进输送区， SCP-5031 用其尾部的顿侧将两球撞在一起，压力等级在玩耍后维持在小于40%，保龄球被切开，无法再正常滚动。计划外，压力等级增大到115%，提供了更换的保龄球，压力等级回落到40%，将篮球投入输送区。SCP-5031 将球捡起开始玩球，压力等级在玩耍后维持在小于20%。后续 ，SCP-5031 开始用手玩篮球，可能是为避免将其损坏。运动能力与薛布儿童相当， SCP-5031 依然更喜欢踢保龄球。2018年4月5日，第三轮测试，食物，概要。前言：
SCP-5031 被给予两种可能的食物，分别放置在收容区两侧。人尸体、猪尸体，选中猪尸体；猪尸体、鸡尸体，选中猪尸体；猪尸体、烤鸡，选中烤鸡；鸡尸体、烤鸡，选中烤鸡；火鸡、烤鸡，选中烤鸡；烤火鸡、烤鸡，选中无，推测已饱足。后续 SCP-5031 确实不需要进食，但定期投喂一定平均紧张等级有显著降低，紧张的减少似乎与食物品质成正比。还需要提一下， SCP-5031 偏好用尾巴试探再将肉切成了一口吃下的尺寸，而非用牙和手把肉撕成大块。2018年4月12日第四轮测试，共存概要测试一， SCP-5031 被喂食到饱足，活体对象夹击被引入圈中。结果 SCP-5031 从远处观察对象15分钟，然后以高速将一个保龄球滚向对象，对象立即死亡， SCP-5031 的压力等级立即大幅度增高。测试二，将保龄球取出收容区， SCP-5031 被喂食到饱足，活体对象夹击被引入圈内。结果 SCP-5031 轻轻地将一个篮球滚向对象，对象的回应是叫唤一声并跑开，SCP-5031 没有再与对象接触。测试三， SCP-5031 被喂食到饱足，活体对象低级蒙眼进入收容区，指示其坐下并把篮球向前滚去，等待篮球滚回之后再将它滚出去。结果对象和 SCP-5031 成功将球来回推滚了几分钟， SCP-5031 最后放弃了该活动，开始靠近对象。根据安全协议，对象被摘除蒙眼部，此活动终止。测试四， SCP-5031 被喂食到饱足，活体对象低级被带入收容区，指示其对墙壁打出网球，让球反弹到身后，然后再将其捡回并重复。结果 SCP-5031 站在对象身后，成功参加到了接球游戏中，他模仿了对象的行动，让球反弹回墙壁。后续SCP-5031 的运动能力似乎在快速提升。2018年5月16日第五轮测试，符号概要前言，在 SCP-5031 收容区的墙壁上安装了五个 LCD 荧幕，为其分别配置了一个发光按钮，在其下方配置一食物投放器。测试一，两个机台被启动，荧幕一展示出一块石头的图片，按钮会投放石头，荧幕2展示出烤鸡的图片，按钮会投放烤鸡。结果 SCP-5031 对着烤鸡图片戳了几分钟，最终按下按钮，烤鸡被投放到 SCP-5031 满足为止。测试2，将荧幕展示和对应投放物兑换，结果 SCP-5031 按下前日按过的按钮，得到了一块石头，接着他去往另一个荧幕，按下按钮放出烤鸡。测试三，荧幕展示和物品投放被换回原位，设置为在第一次投放后以随机间隔切换。结果 SCP-5031 直奔鸡图片的按钮，在第一次切换后他表现出困惑，但很快学会了看图。测试四，在启动了三个机台，荧幕、按钮、投放器，四个机台上展示词语石头并投放石头，一个机台展示词语肌肉并投放肌肉，设置为在接下来几天内随机切换多次。结果通过试错， SCP-5031 确定了投放肌肉的机台，之后每次切换 SCP-5031 都会去到标有肌肉的机台。测试5，关闭到只剩一个机台，其荧幕上展示出文字 Chicken， 在机台前安放7个木块，每块上都有 Chicken 中的一个字母，将其设置为只有在木块被正确顺序排布后才能用发亮按钮启动。结果 SCP-5031 表现出失落，反复击打不启动的按钮，用尾巴击打墙壁。测试6，与前一测试相同，但荧幕上展示的 Chicken 一词中每个字母都叠有木块的照片。结果12分钟后， SCP-5031 成功拼出了 Chicken。 后续他们学会语言 Joseph。
第六轮测试测绘结果前言 SCP-5031 已经学会了用字母块拼出现在的词语食物鸡火鸡猪肉豆腐牛肉面包多盐多胡椒多烹饪音乐莫扎特恩雅 Benfoss 森林海边白噪音多音量少音量安静玩篮球保龄球网球猫狗人类 Robert Stanley 独自后续在词汇与人类交互增多的过程中 SCP-5031 已取得下列进展建立起食物偏好和菜色组合学会歌曲不发声学会杂耍六手杂耍真是值得一看2018年10月5日第七轮测试活动概要测试一在实验区内引入桌子纸张和蜡笔指示活体对象 D5215对 SCP-5031 展示如何作画结果 SCP-5031 学会了绘画在其画作中出现明确可辨的对象包括 D5215 SCP-5031 一只烤鸡一只猫还有我测试二在受控区内引入钢琴活体对象 D5215 被指示蒙眼演奏钢琴曲筷子并邀请 SCP-5031 一并演奏对象有时间提前练习结果 SCP-5031 在两天内学会了筷子但似乎对自己原创的音乐更有兴趣已发声完成这些作曲以人类标准来看可能很粗糙测试三在受控区内引入调味料架活体对象 D5215 被指示展示给肉调味结果 SCP-5031 用了将近整整三天实验不同食品与调味料组合在大蒜粉用光后 SCP-5031 用字母块拼出了词语多多多结语 SCP-5031 就在 D5215 陪伴时才会参加艺术和音乐但他即使是独处时也会继续专心在做菜上2019年1月4日第八轮烹饪结果前言在受控区内安装技术厨具活体对象 D5215被指示向其展示制作多种菜品学会的菜品墨西哥酥饼塔克饼汉堡炒饭蒙古牛肉辣鸡肉咖喱巧克力饼干奶油霜海绵蛋糕牛奶糖蛤蜊巧达汤牛排马卡龙阿杜伯鲁鸡熏鲑鱼泡芙后续SCP-5031 有严重的花生过敏，这应该被归入修订后的收容措施。我还想说明的是，SCP-5031 目前已成为好过平均人类的厨师，且开始创造自己的食谱了。D5215志愿参加品尝测试。2019年6月31日，更新，SCP-5031 说出了他的第一个词，盐。我们全都无比自豪。2019年11月29日最终测试概要给 SCP-5031 两个月时间在生物站点59餐厅为人员度过感恩节研发一套三菜色套餐其选择如下第一道菜番薯姜黄味增汤第二道菜油封鸭肉浇以苹果酒糖柚与红梅蜜饯配以烤胡桃南瓜意大利马铃薯面疙瘩下店松露盐腌鱼翼甘蓝第三道菜调味木薯派切片浇上新鲜香草冰淇淋与枫糖榛果糖浆 SCP-5031 还在受控区内对外广播了现场表演首秀原创曲目六首钢琴协奏曲从其受控圈内即时对外广播人员反应压倒性积极紧张等级为 0% 测试成功结束已提交修订版文件待批准以上就是 SCP-5031 简单说 SCP-5031 是一个大致是人形的尸体有个小头两只手臂各有三只下臂有锋利的尾部平常悬浮在空中当被人观察时会暂时消失虽然不需要进食但仍然会饥饿并且会在饥饿时攻击人类他原先因为危险而被关在密封收容室内没有人管他新的研究员来之后改变了做法开始将 SCP-5031 铺入在各种刺激下
并让他学习其他事物。最后发现 SCP-5031 在吃饱的情况下是很安全的，而且比起吃人更喜欢美食，甚至最后还爱上了做菜，成为厉害的厨师。这篇文档应该是想吐槽早期 SCP 文档尝试写一个危险的怪物再把它关起来，而没有其他作为。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 SCP 的，因为实在是很可爱。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喜欢；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希望做成 SCP 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